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家聰。今日咩做呢？今日要去香港度拍嘢。咁由於我太弱智啊，我唔記得咗帶相機，咁只能夠用呢個電話嚟拍住先，同埋晏啲就借翻導演佢哋啲 footage， 佢哋用下先。我哋有，今日導演，我哋用30分鐘拍一個兩個鐘嘅劇本，俾佢拍到個驚喜啦，好嘛？好，俾佢睇下故事先最重要。好，做咩啊？呢個民工，民工先生，咩民工啊？好啦，一嚟到我哋場地呢個九龍嘅貝特酒店啊，咁而家就 set 機，準備開始拍攝。唔講唔知，我哋話説租過係呢個恭喜白頭嘅副導演，第三副導演。副導演嚟㗎，哇！咁佢依家就再嚟做翻導演嘅導演，做翻導翻導演，恭喜白頭導演嘅導演，加油！好。話説今日呢個劇本啦。有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，就是彭浩翔帶著梁詠琪離開房間，加聰被豪啲抱著強吻。我哋有場親熱的戲。哇！你見到未啊？估唔到微辣第一次打K輪的氣氛就係俾咗你條撲街。哇！誒鏡頭喺邊度啊？呢度啊，呢度，呢度，呢度。誒呢度鏡頭 ，OK。嗱，我準備好啦。準備啊！3、2、1 ，Action！ 我愛你啊！你愛唔愛我啊？但我仲有汗㗎。唉，下一個，下一個，你唔好浪費食水添嘛。唔飲得㗎呢啲。喂，下一個啊。嚇？點解？入面太深。你覺唔覺得而家落緊雨啊 ？Cut！ 今日 cut 啊！導演在曬啊！我走啦。全世界都知道你操過機啦，唔使專登 show 出嚟嘅。我啲肌肉係自己長出嚟㗎。我好心啊，咸唔咸啊？咔！得啦，全世界都知你操肌肉噶啦，唔使张张。点解啊？当时把剑距离我喉咙只有0.01公分。嚟多次啊，不如快啲啊！你仲化啦？喂，绿化环境啊！啊，我 OK 啊，你先定我先啊？打出嚟啦！喂，終於搞掂咗啦嚇 ，delay 咗少少啊。不過其實好得意嘅，今日我哋本身個劇本咧 set 啲演員嗰啲性格咧，其實都係幾平靜嘅。但唔知道大家入到呢個 area 之後咧，大家就開始情緒爆發暴走啊。咁而家收工，咁今日就到呢度啦。多謝曬大家，咁中意嘅就 like share， 然後留言，再見，拜拜。導演啊！casting 恭喜八婆男主角啲演員咧已經準備好啦。喂，叫佢哋每個人同阿芝芝做翻場分手戲先啦。OK， 你邊個開始先啊？嗯，係我啊。鏡頭喺邊啊？呢度。呢個鏡頭。OK， 得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芝芝，我好愛你噶，我會努力長高噶。Sorry 啊，我覺得我哋唔適合。點解啊？我好努力操技啊！你仲覺得我咁樣唔襯你咩？我仲有汗水噶，你覺唔覺得而家落緊雨啊？卡卡卡，全世界都知道你操過啦，唔使專登 show 你啲肌肉嘅。卡卡卡啊！導演在曬啊！下一個啊！3、2、1 ，Action！ Sorry 啊，我覺得我哋唔適合。臨走之前，我想送啲扎花俾你。而家咩年頭啊？仲興送花嘅咩？你冇聽過摘去鮮花，然後種出大廈嘅咩？咩嚟㗎？冇聽過喎。卡卡卡卡卡卡。咩嚟㗎？未聽過嘅。其實摘去鮮花，然後種出大廈咧，就係講一送花咧，已經冇咩用。要送咧就送樓，實際啲。咁應該係摘去鮮花，然後送出大廈。導演英明。啊，邊個？啊，你翻去種花啦。種花？喂，我山長，雖然嚟到呢度叫我去種花，嚟一次啊，嚟一次。喂，下一個邊個啊？下一個係達達。達達。演男主角喎，我哋呢個年代啦，提倡同性平權啊嘛，我應該尊重每一個群體。平權都唔係揾達達噶嘛，達達咁唔平，大到咁。係，達達係唔平嘅，不過我自己想睇啫。叫入嚟啊，叫入嚟啊！喂，達達，導演，我 ready 啦。唔係達達咩？係咯，唔係達達咩？我就係你哋要嘅達達啦，我英文名係達達啊。屌，唉，是但啦 ，3、2、1 ，cut。導演唔掂啊！俾次機會啊！我做都未做喎、啊。未開始睇到你個樣子都知你唔掂啊嘛！導演英明，我仔細諗過啦。其實男主角最適合嘅人選咧，我認為係你。太好啦！
你終於發現我潛能嘅導演，而且我仲想加場床戲俾你添。冇錯，一段美好嘅愛情片係離唔開性慾嘅表達，同埋床戲咧本身我強項，我日日都練嘅。睇得出。咁我哋而家不如即刻嚟啊！可以啊，我 ready 啦。就由吻戲開始咯。我 ready 啦，芝芝。阿芝芝，你過一過嚟啊！咁你哋就快啲同阿 Dada 對對戲咯喎。哦，導演呢、這個 Dada 有 show 嘅喎。咁你話噶嘛？而家提倡啲同性平權啊嘛。咁你俾心機對啊，我哋去食啲嘢先嚇。啊，兼埋你會唔會好啲啊？喂，好啊，直頭你答你。我哋食完嘢之前翻嚟啊，唔好停啊！多謝支持，導演啊，呢排翻風，我條脷怕凍喎。喂，我 OK 啦。哇，你攞埋口啊！系啊，你先定我先啦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媽咪啊！